各位亲友的，各位亲友大家好，我们直播即将开始，8点钟准时，请再耐心等待。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东方乐器的口琴直播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直播主题是口琴常见问题的处理和口琴的简单调教。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东方乐器的董事长。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口琴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
也是中国乐器协会口琴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孔文仲。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我们今天的英文主播玉培培是我们东方乐器的外贸部经理。Hello everyone, I'm Jim from Utah. Even though the main language for the today's meeting we are using in Chinese, but welcome all of the lovers and supporters for the Utah, leave the messages. I will reply the questions one by one. Thank you. 然后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请到的嘉宾钟小华。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钟小华老师是中国口琴音乐人，著名的口琴调律大师，曾经受担任黄牌口琴技术总监，现在是东方乐器的技术顾问，曾经师从著名口琴家陈明道老师和口琴表演艺术家黄金白老师，从事口琴专业生产制造和技术工作40多年，熟悉了解口琴的制造、设备的制造和口琴的演奏。目前在我们口琴行业当中是相对来说对这些都了解的，绝无仅有了。曾经担任过亚太口琴节、华夏口琴艺术节的多届的评委，现在在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社团担任口琴指导老师，主编的《中国口琴图谱》是国内不可多得的口琴百科全书，受到大家怎么说，粉丝很多。我们口琴爱好者时间久了，吹口琴时间久了都会遇到过，口琴吹着吹着音准就降低了，音准变了，口琴吹着吹着突然就不响了，口琴吹着吹着特别是播音口琴的突然之间感觉波动音变大了，这些的问题经常困扰着我们的琴友。应该说每个吹满一年以上的琴友，吹口琴吹满一年以上的琴友都会遇到这些问题，都会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所以让我们的琴友掌握一些基本的口琴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和处理能力，这些基本功非常有必要。所以今天我们口琴直播，东方口琴直播间就跟大家介绍这些基本常识。今天的直播我们在微信视频号、抖音、淘宝直播、 B 站、快手以及国际网络平台共6个平台、11个账户同步进行。第一个呢，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口琴的家族，然后我们首先就常见的问题进行一些说明，最后呢让我们的琴友通过各大平台提出你们所关注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监视着我们所有的平台和网络，会把你们所提出的问题投放到我们直播间的大屏幕上，然后我们根据大屏幕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回答，欢迎各位琴友提出问题。我是子承父业，87年的时候从事口琴工作，上来的几年一直在口琴一线工作，所以包括口琴的很多工艺，包括干响、调音、校音，设备的安装，甚至包括爆簧，我都从事过这样的工作。我父亲以前是无锡铃木乐器的总经理，所以他在培养我的时候是非常有意识的，让我在一线待了很多年。这一线的很多年的口琴一线的工作，成为了我现在从事口琴生产的最大的资本。
所以呢，今天由我来担任主播，把这些相关的我所了解的一些问题先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口型的家族。这个口型是大家所熟悉的复音口型，24个孔，复音口型也有很多种。这是一个复音口型，上下两个簧片同时发音的，我们待会儿还会解释到。这个有按键的，这是口袋里的钢琴，半音阶口型，一把半音阶口型可以打遍天下，走天下，演奏所有的曲子。这是一把年轻人常见的，欧美最常使用的 Blues 口琴，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十孔口琴，只有十个孔，十孔二十音口琴，是 Blues 口琴，在国外比较流行，特别是欧美。再给大家看的是一把大中音口琴，大中音口琴比较大的，这是我们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在乐队当中使用。再来一个，很多人问我这个大砖头是干嘛的，这是一把贝斯口琴，双联贝斯，这是乐队当中用的。乐队当中呢，有了贝斯以后，肯定还有它的搭档，就是一把和弦口琴，这是一把48度的和弦口琴。我们这把和弦口琴是tremolo的，所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家族，然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世界上最小的口琴，迷你四孔八音口琴，这个是一个钥匙扣的，还有手机链的、项链的各种各样，所以这是很小。但是，这个口琴我不会吹，我们钟老师吹的话呢，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玩具？其实它是一组音，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他们放在嘴巴里，不用手去动，他们也能演奏。那我们钟老师来试试看。只是把口琴含在嘴巴里在吹，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一个小东西。那么我一会儿提到很多问题，现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所说的口琴的座板，也就是口琴的簧板，它已经簧片已经定在这个座板上了，所以待会儿说到的时候，这就是口琴的座板。这个大家最简单，这是口琴的外壳，一个复音口琴的外壳。那么我说到外壳的时候，就是口琴的外壳，想让大家先有一个概念。那么这是半音阶口琴的电音板，有这么一个端子可以摁进去的。这是半音阶口琴的吹口条，我们吹跟嘴巴接触的部分，就是这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些。那么有琴友反映说我们的新的口型音不准，就是我们琴友很多琴友会认为我刚刚买到的这个市场上买到的这个新的口型音不准。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音不准啊，这是像我们东方乐器调音采用的口型，调音采用的是442的赫兹，442的，但是呢，有工厂采用的是440、441，甚至很多布鲁斯口琴采用的是443或者是444。它的赫兹都一样，所以就会有很多琴友根据自己的经验，用手机、电脑下载调音软件。下载了调音软件以后，然后拿了一把新口琴，我就先测试一下这个口琴好不好，是吧？然后呢，发现这个新的口琴音不准。那么其实这个现在所有的口琴工厂调音都是采用的示波器调音，国外的口琴厂都还没有采用示波器，
他们做了一片投资放在前面，音在响，然后听这个音，我去建模，这是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原始的口型。但是国外包括现在的 Harmonica 什么都是采用的这种，而我们中国现在采用的调音都是用的示波器，都是用眼睛看的。所以现在的调音是个基本功，一般音都是准的，你发现的音不准，绝大部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赫兹跟你的所有看到的不一样。一般的40到41赫兹，一般相差是4个音分左右啊。第二个呢，复音口型的波动音，波动音是复音口型的魅力所在。一般中音部分会有波动音，低音部分会有两个孔，也会有。国内的口型下片的音准要高于上片，大约5到8个音分左右。它的低音部、中音部、高音部也有两个音，那么它这些音的音准相差不一样的，不是说全部是5个音分，而是5到8个音分。各个品牌口型波动音大小是不一样的。我们东方鼎口型的口型采用的是小波动音，刚刚能够抖起来，就是能够波动起来，但是这个波动音不大。也有工厂采用的是非常大的波动音。这个波动音是比较大的，当然也有现在工厂推出了平音口型，就是音是两个音是平的，但是平音口型呢，一般来说，它就失去了一个复音口型的魅力。复音口型本来就是有一个波动音或者音，如果两个音都是平的，你就干脆去吹那个单音口型好了，单簧口型半音阶二十弓。所以我个人认为，口琴用的时间长了，波动音会变大。波动音一般要小，波动音一般要么都小，就是你一个口琴上的波动音，一个口琴上的波动音，要么都小，要么都是大的。不能说一个音大，一个音小，特别是相邻的两个音，比如说一个哆，一个嘞，你相邻的两个音的波动音，这个波动的幅度一定要一致。听起来差不多，否则一个大一个小，演奏起来会很难听很难听。你一把口琴做得再好，就因为你的波动音调教不均，这把口琴就废了。一般的我们大师是不会采用这个口琴的。波动音的大小和我们的吹奏习惯有关系。演奏的时候，口琴和嘴巴的角度不同，波动音是会变化的。我以前遇到过。有琴友说把我们的口琴退回来了，说你们的波动音非常糟糕，大的一塌糊涂。然后我们拿回来以后，我特地交代我们的业务部门，你这把琴寄回来以后先给我看看。我拿回来一看，一切没有问题，波动音很好。然后我们就问他，我们现场吹给他听也很好，通过视频。然后我们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拿口琴的角度跟我们完全不同。这个大家是如果现在手头有复音口琴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把它的屁股往上翘或者往下压，你得到的波动音是不一样的。这里呢，请我们钟老师来示范一下，看看这个波动音是不是会有变化。亲友们，大家好。一般我们吹复音口琴呢，就是说要注意它的平面，一个是左右端的平面基本上是平的，还有一个就是前后的平面。那么刚刚呢，就为什么会产生呢？你看我拉平的时候，这个波动音啊正好，大概每秒钟呢正好3到5次。假如说我们换一个角度啊，这一下，你看它的这个波动也明显增大，所以各位亲友呢，我们在吹复音口琴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平面，尤其是前后的平面。OK，大家明白了吧？波动音的大小跟我们自己吹奏时候的口琴的位置、手握口琴的握口琴的手势都有关系。我们再继续说下一个问题。有琴友说，我的口琴吹奏吹的这个感觉这个音。就不对了，波动音也变了。那么这个是的，是会出现这种状况。那是什么问题呢？是口琴的簧片疲劳了。
振动频率降低，音准降低了。这里记住，口琴我还没见到说吹着吹着这个音变高了，还没有过。口琴随着簧片的疲劳，音准都是降低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这个口琴簧片前两天还好好的，我现在音高得一塌糊涂，那不对的，那肯定是你的自己有问题，这个琴是不可能变高的。口琴簧片是很脆弱的，是有寿命的。这个呢，音变低了，感觉不对了，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很多老一辈的口琴家，我们在口琴博物馆在收藏口琴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的老的口琴声音到我们博物馆来收藏的时候，声音还是很棒，音准也是非常好。一方面呢，他们是老一辈的口琴家，吹琴吹久了，他们自己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会调音，还有他们就是懂得怎么样去控制气息。我也见到过我们国内有些有名的口琴大咖，他们吹口琴的时候气息控制得非常好，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说一般口琴可以吹好久了，怎么会吹吹吹吹就簧片什么断了。我们口琴寿命是有很大关系的，一把新的口琴你拿到手里的时候，你不能拼命吹，比如说你把新的口琴拿回来，你通过这种方法去吹，那么你这把口琴啊，很快就会告诉你这个音就变坏了。就像我们最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现在都会有车，都开车，买一个同一个品牌的汽车，你会发现有的人开车他开了十多万公里，发动机坏了啊，钢套拉毛了，然后有的人开了50万60万公里，说我这个车旧了，我要把它换一台新车的时候，发动机还很好，那说明什么？开车的人你会不会开车跟不会开车跟会开车相差很多。吹奏口琴一样的道理，会懂得保养，简单的调教，熟练的掌握口琴的气息，一定会延长口琴的寿命。然后下一个问题，有琴友提问，我是新手，一般选择什么调的口琴？复音口琴选调呢，新手一般建议是西调，然后是升西调，以后根据自己喜欢的曲子来选调，没有人告诉你必须用什么调，你吹的什么样的曲子就用什么样的调。复音口琴常见的有36个调，很多人说没有，不就12个调吗？对吧？普通的12个调以外，还有和声小调、自然小调，各12个。当然，现在还有我们张亚高老师发明的五声音阶，新加坡的周金世老师发明的三滴水，这些音阶。所以，复音口琴，你要吹所有的曲子，你要用到很多琴。我见到过台湾的一位口琴，也叫大师了吧，是位美女，曾经吹一个曲子换琴换了200多次。这复音口琴你就要想，你要学学会所有的复音口琴吹的话，你要买 N 多把琴，有几十把。那么布鲁斯口琴现在年轻人是用的最多的，新手同样是选西调。半音阶口琴，我们俗称半音阶口琴是口袋里的钢琴，可以任意转调，你吹什么调都可以，一般口琴走天下，所以半音阶口琴一般都是西调。别看它一般口琴比复音口琴贵，但是复音口琴需要36个调，半音阶口琴只要一把。纵观世界口琴的发展，半音阶口琴应该是口琴发展的方向。现在半音阶口琴也有其他调，像我们东方就有除了西调以外的5个调，分别是降 B 调、B 调、A 调、G 调、D 调。这里说到我们刚才说一个半音阶口琴可以任意转调，这个很多人说我买来就是西调，我怎么转啊？我只能吹西调呗。这个问题呢，请我们钟老师来跟大家示范一下。各位琴友，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一把半音阶口琴3/5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在这个状态下，我所吹出的音或者吸出的音，你可以认为它
它就是钢琴白键的音。我们看这把琴的右端，它有个安键。当我们按到底的时候，你再吹再吸，可以理解为钢琴的黑键的音，既有白键又有黑键，所以说它就可以任意的移调。三个调都能对。下面我为各位来示范一下，我们从 C 调开始，然后从五度进行 ，C 大调。这是 C 大调， G 大调烧， G 大调后面是 D 大调，A 大调， E 大调， B 大调， F 调，升 C 调，降 A 调，降 E 调，降 B 调， F 大调，再回到 C 大调。我吹了三个调。那么刚刚彭总呢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公司呢不一般半音阶的它都是 C 调的这个半音阶，因为我们也有其他调的，比方说降 B 调、A 大调、G 调、D 调等等。那么像这些调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吹奏乐曲的时候呢，可能变换一个调呢，可能会对吹奏呢带来方便啊，或者说呢就是它的效果呢可能会好一点。但一般来说我们一把半音阶琴呢就可以打天下了，所以说我们这把琴另外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带中的钢琴，就是这个意思。它有三组完整的把组，三组。再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复音口琴与重音口琴与中音口琴有什么区别？很多人理解不了这个。我记得我们学校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或者说我从事第一份工作做口琴的时候，在车间里的时候，很多人那个时候就教的我们是复音口琴就是西调口琴，我们说的西调口琴就是复音，所以这是还有人说法是叫单音口琴，对吧？其实复音口琴、重音口琴、中音口琴有什么区别，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复音口琴是指上下两个簧片同时发音，并且音准相同，这个音是同时发音的，上下两个簧片，就像这把口琴是复音口琴。当然这个口琴里面有的音是有波动音的，但是原则上还是认为音是相同的。重音口琴是指上下两个簧片相差八度音，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上下一个孔各代表一个簧片，上和下面的一个簧片它的音是相差八度音，所以叫重音口琴。中音口琴、中音口琴、重音口琴和复音口琴看起来是一样的。中音口琴呢是指上下两个簧片都比复音口琴低八度，重音口琴是一个簧片低八度，中音口琴是都低八度，所以是中音口琴。普鲁斯口琴和半音阶口琴都是单音口琴，是单个簧片发音的。现在像复音口琴一样的单音口琴，这个由于天山老师的推广和其他一些老师的推广，现在很多人在吹。其实通过我们博物馆收藏口琴的过程当中考证到，在解放前日本就有单孔单音口琴的生产，不过当时他们是用来做玩具的。解放后我国解放前后都有单孔单音生产，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一直都有，也就是说单孔单音的口琴是口琴界一直都有生产，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吹的时间长了，吹的时间长了会出现抖音严重的现象，抖音严重那是音准降低了，并且上下两个簧片音降的不一致，一个降多了一个降低了，抖音就不一样了。
那么抖音就是我们所说的俗称抖音就是普通音。还有一个簧片，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簧片使用久了以后，因为我们老是嘴巴在脆嘛，嘴巴里面还是吃了东西以后啊，还是有一定的食物残渣的，簧片上面有附着物了，需要清洗，这个时候需要清洗。也许你不需要动它，清洗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口型恢复了。口型要如何保养，有什么注意事项，这里这个话题可能比较长一点，跟大家说一说。复音口型、布鲁斯口型可以清洗，但是很多口型的这个里面装两片坐板的螺丝不一致，很多很多品牌这个螺丝看起来是银色或者是金色的，也就是铜颜色一样的，但是它不是铜的，是铁的啊。别看它口型卖得很贵，甚至是进口口型，很多东西是铁的，所以大家可以拿个吸铁石去吸一下，看看它是不是。那么吸铁石能吸的这个口型，这个螺丝是铁的，你去吸口型的时候螺丝一定要拆掉，你否则的话，我拿出来把它弄干了，这个或多或少对螺丝还是会影响。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口型拆不开了。所以清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螺丝的问题。复音口型和布鲁斯口型是可以清洗的。东方顶的就是 Eastop 的品牌的螺丝，除了外面这个装壳螺丝以外，里面的坐板螺丝都是不锈钢的，你大胆的洗。我们外面的是铜的也可以洗，所以东方顶的口型你可以整个放里面洗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洗口型最多的是用的超声波清洗。那么我这里给大家带来了一台超声波的洗眼镜的，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当然我这个里面放不了那么多长的口型啊，因为我这里带了一个小的，我们车间里有大的。那么像石缝的口型，就像我们这个石缝的口型，我完全可以直接放进去要洗。还有呢，就是坐板外壳拆开了也可以洗，但是我要这里要说明的是，半音阶部分，半音阶口型尽量不要把半音阶放进去，因为我们半音阶的结构比较独特，半音阶口型的簧板上面有磨片，绝大部分的半音阶口型都有磨片。那么磨片呢，现在跟我们这个螺丝也是一样的，很多磨片是不能洗的，洗了以后你等到口型捞出来以后一弄干，或者用吹风机吹干，或者外面晒干，你会发现我这个簧片一吹就掉了，磨片一吹就掉了，掉了以后，那么半音阶这把半音阶漏气漏得一塌糊涂，所以半音阶口型不主张水洗。东方目前最新的半音阶磨片是可以水洗的，但是我们同样不建议洗，洗了以后你让它恢复很难很难，不是专业人士，很难操作。我们自己现在所用的东西我们可以学习，但是一般的达不到。我们半音阶口型怎么洗呢？用吹口条里面，因为是我们经常吹，里面比较脏，你会吹着吹着发现这个变音板动不了了，这么就是有垃圾进去了。那么慢慢慢慢呢，就像我们身上一样的有污垢了，需要我们身体也要洗澡，我们这个也要经常要给它洗，这是经常要洗的，也是放进去，然后你把这个打开以后洗完把它弄干装上去。半音阶口型有一样，你装上去装的时候，这个吹口部分千万千万当心，我们里面有一个黄状的，在这个里面我们经常吹进去的时候，你看吹进去的时候没什么声音，就是建造不大，但是你里面有个小胶管，很小很小，透明的，你这个小胶管掉了没装进去，那么你进去以后就是变成两个金属撞击的声音，所以这个小胶管不能丢。
还有一个，我们所有的口琴在水洗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放在水龙头上面洗。有的人比较简单，我现在洗的时候，大家想，我用一个簧片，这个水流冲进去的时候，刚好是跟簧片吹到簧片，对着簧片的吹。那么我们这个簧片一吹，没了，断了，大了，然后翘得高了，丢漏气了。所以口琴不能对着水龙头冲洗，这个要当心。一般就是音不准了，有沙音了，这就怪我们自己。你说我洗得很好的，我没什么的吗？哎，这就是问题。我们大屏幕上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刚才的半音阶口琴是什么型号？这是我们国际平台上的网友问的。这把口琴是我们东方新出的 EAP12 演奏者数个版，外壳是蓝色的，这是我们最新产品。里面的音簧材料包括外壳磨片，全新的。应该说这把琴非常不错。我们在线上这两天应该会再上线，我们双十一前没来得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非常不错。我们视频号上，微信视频号有网友问，半音阶口琴有没有大中音的？半音阶口琴有没有大中音的？我不知道。视频号这个网友发的这个呢，我个人的理解啊，是不是他说塞普呢能不能做一个中音的半音阶？我是这样理解的。那么我可以在这里呢，可以很负责的告诉这位琴友，我们公司啊有专门有一款中音的半音阶口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拿的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半音阶，我们另外有一款呢和它一样的，但是所有的音都比它低了一个八度。是不是你讲的大中音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里有16分的半音阶嘛，这个说到这个半音阶啊，我就跟大家普及一下半音阶的知识。我们的12孔，现在市场上所有的12孔跟16孔，有的人说我一定要去买16孔，但是我见到了我们白云山老师，他吹的时候，我看到了他吹什么句子都是12，当然他就是16孔。那么如果半音阶口琴，这是两把半音阶口琴，长的这把16孔，短的这把12孔。那么最简单的，我们看一下位置排列，从高音部过去12个孔，把它截下来，那就是一把12孔口琴。12孔口琴就是一把这个16孔的高音部分开始12个孔。那么中音半音阶，中音半音阶12孔的中音半音阶，那么就是我们把位置移下移过去，那么就是16孔的低音部分开始锁过来12个孔，这是中音半音阶，12孔的中音半音阶。我们网上快手有网友提问，半音阶琴格用超声波洗会导致琴格上印的字洗掉，这个看怎么用的字。半音阶的琴格有金属的，金属的字是激光上去的，不会掉。塑格上去的，如果是专门的汤金的，这个汤金的汤金纸是我们专用的 ABS 的，配得上号的，也就是没有用烫到木头上的烫金子来烫在树格上，这也不会掉。我刚才已经说了，半音阶口琴不建议大家这样拆，如果拆了以后，那么你可以慢慢的刷树格，没必要放在超声波的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字掉了意义不大，背后也是个 logo。 我觉得如果是普通的，我们洗的时候烫金子是对的，没见过掉，洗了没掉。我们下一个问题是 B 站上面有网友在问，008系列的琴有什么区别？008系列
那么簧片有区别，簧片有区别。我们现在这次东方推出了008，我们委托美国设计了六款十孔，我们特别是推出了一款嵌入式的口琴是009，我们在这次在上海，非常不错。这次的英皇是我们采用日本进口的一个英皇，是由日本最新生产的，是我们目前只有我们独家拿到，并且他们作为英皇来说，是我们拿到了独家销售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卖。008的琴，008K 跟008S 英皇材料是不一样的，里面的做工生产线也是不一样的，所以008S 要贵很多。但是我们现在008K 在全球是卖的最好的，我们大概一个月能卖个五万个口琴左右吧。008K 一个单款产品，所以008的琴其实还是蛮好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了升级版，我们现在所有008的琴都在升级，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东方的一系列。B 宅的问题，竖格、铝格、钛格特点能介绍一下吗？当然最便宜的是竖格，演奏不过竖格也可以了。相对来说呢，竖格、铝格、钛格这三个口琴的音色不一样，因为里面是共鸣腔的结构变了。塑料、铝、钛呢，相对来说要清脆响亮一点，当然价格很贵，我们买一个钛格做出来成本也很高。铝格呢，现在最关键的，我提醒大家一点，我们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铝格的口琴不贵，但是你可以买了一个铝格以后，你会发现把琴拆开以后啊，因为一般的不太容易会去拆半音阶的铝格，但是吹久了你会拆开以后发现里面都是麻点。为什么？我们唾液里面的酸腐熟了，因为它是铝，腐熟了。我们曾经在美国见到过我们自己的一款口琴，我们当时打样的，腐熟的一塌糊涂，就是送给你的标。然后呢，我们回来以后就觉得改进，然后我们现在所有的铝格都做了纳米处理，我们这个上面不会有这种腐熟。我觉得这种音色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大屏上暂时没有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琴友，80岁了，恨不得跟我打了一场官司。买了我们一个琴，一个28孔的琴，吹了2年，簧片断了。然后呢，跟我们的业务员说，我这个口琴你们质量有问题，我的簧片断了。然后我们跟他说，你这个簧片断啊，一般都是簧片是有寿命的，口琴因为吹奏习惯的问题、保养的问题、使用时间的关系，导致口琴损坏，簧片断掉，簧片音准突然降低，这些都很正常。我相信每一个吹口琴的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位琴友呢，把我们投诉到了他们省消费者协会，然后我们一看老大爷，我们就送了一把口琴给他。然后后来琴送过去了，他还不依不饶，又投诉到了他们省技术监督局。然后我们没办法，让他们省技术监督局的说，你们去查，看看百度一下，跟任何一个口琴演奏爱好者去问一下，簧片是不是会断。然后那个老大爷说，簧片是铜的，我这个力气吹这口琴怎么会吹得断呢？我吹了六七十年了，我也从来没发现断的。他说我就吹了你们的断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秀才遇到兵啊，有的讲不清，但是簧片确实是会断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我们在演奏的时候簧片音准突然降低，并且是较大幅度的降低，这个时候我们提醒琴友千万千万立刻停止使用。突然降低，这个簧片就意味着马上就要断了。这个簧片断了，你还在拼了命的吹，那么非常容易被吸到嘴巴里，
在国外都出现过为了这个事情打官司的。这个属于情友要当心的，这个没人包得住，对吧？我们也不能装一层那个纱布一样的包你那个，把他那个包住，包不住的。所以要记住了，他慢慢降低表情，突然降低了，千万要停止使用。还有有的亲友问，我的口琴刚刚寄到工厂换簧了，换了一个簧片，怎么刚刚拿回来又吹了两天，另外一个又坏了？他说你们怎么不帮我一起修好了寄回来呢？那个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啊，现在可能一般都不会穿到破，但是我们年长的一点的，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的衣服都打过补丁，除非你家里特别条件好，否则的话这个补丁这里打一个补丁，那里打一个补丁，这个衣服还在穿。但是你总有一天发现那个洞补好了，另外一个洞洞又出现了，那个洞洞补好了，又一个洞洞出现了，那个时候我们衣服还有补的意义吗？没有了。所以口琴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说你修刚刚修好一个，回去以后又换了一个，那么我们建议这个口琴的簧片啊，基本都到了寿命了，也就是说你别修了，你来回修也用不了很久，你干嘛呢？换一个吧，没有维修价值。口琴不是永久牌，它是个消费品，大家的口琴不坏，我们工厂卖给谁啊？当然这里开个玩笑的，就像汽车一样，你说汽车为什么不能开100万公里、200万公里呢？或者能用个100年？我用完了，我传给我的儿子，儿子传用完了，我传给我的孙子，对吧？他就有一个寿命问题。我们快手上面有一个问题：贴膜和不贴膜的半音阶口琴区别大吗？这可能是针对我们，也是针对我们东方的吧。贴膜和不贴膜相差很大。我一会儿会说到这个问题，我一起说吧。半音阶口琴一般为10孔、12孔、14孔、16孔。我们国内最常见的可能是12孔、16孔。很多工厂也有14孔，我们还有10孔。初学者一般选择几孔的，我们建议12孔的半音阶足够你使用了。因为半音阶口琴比较贵，大家在没有下定决心以前想学口琴，但是我又怕买了一把几千块钱的半音阶，最后我学我没信心了，半音阶口琴的就扔了，那可以怎么办？可以尝试购买东方的先行者，就是没无膜半音阶，我们叫先行者。这款口琴没有膜片，不会粘膜，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千万记住，价格便宜的东西，你指望它要跟我们国外的几千块钱的半音阶口琴那一样去比，那人家就卖不动了。都卖半音阶，都卖无膜的半音阶呢，所以它的效果肯定是两样的，区别也是比较大的。最大的问题在漏气，无膜有膜肯定是漏气的，所以我同样在回答快手的一个问题。那么，但是这块琴价格比较便宜啊，你可以买了以后先试试，等到我试了10天半个月，感觉不错，我自己吹也习惯了，那么我再去买一把晋级的，稍微再高档一点的半音阶。那么你将来不会后悔，这几千块钱不会白扔。所以我们这个先行者无膜的半音阶，大家要买的话可以在网上找非常著名的海盗口琴，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卖，全部交给海盗卖的，所以大家可以找他。但是我可以说，如果是新手，无膜的半音阶非常好掌握，效果、音色，相对来说它的漏气程度，我认为都是可以接受的，是不错的。可以示范一下竖格、缕格、半音阶口琴的音色吗？我们这里有吗？有。好，那我们钟老师来试一下。那你那个话筒，你在下面。
欢迎大家把各种各样的问题提上来啊。它的这个琴颈是竖口的啊，这是竖口的。我现在手里拿的呢，这个就是铝的。这两种口琴呢，它的音色呢是有差异的。相对来说呢，竖口的声音啊，它比较中性。我讲的这个中性呢，是指它是介于金属格，它是介于金属格和那个木格之间的，就是竖格。那么铝格嘛，当然它属于金属的，所以它的声音呢，相对呢，比较厚一点，然后的声音呢，也比较独特一点。可以了，是吧？那么另外还有，我再补充一点，刚刚我们空中介绍的，就是那个快手，这位琴友啊提出的。剃膜不剃膜，那么这个半音阶呢？剃膜呢？那么它这个口琴的气密性呢，肯定会好。这个是其一，其二还是更重要的，就是它的音色会有很大的变化。剃膜的半音阶啊，加上你的气息控制，所以它的音色呢变化就很大。反过来，假如说是不剃膜的话呢，由于它是没有膜片的，那么音色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单一一点。上来一个问题，是抖音上面发上来的，半音阶口琴里面，我不知道你的里面是指什么啊？能否拆线用酒精消毒和清洗？半音阶口琴用酒精清洗是可以的，消毒也是可以的，消毒更加没得说，因为消毒一般都是用酒精。我提醒一点。半音阶口琴的磨片不能弄到油，你比如说我们的安静油或者其他的什么一些油，你倒多了。我去年在北京乐器展的时候，我们海涛口琴那里就发现了一个事情，拿了我们的一把琴，说这个磨片全掉了，然后他拍了一个视频给我们看，然后这个上面的磨片啊，就这么手指一动。那么手指一动，这个磨片就一个一个咣啷咣啷就往下掉，比较夸张的。然后我们搞不清楚这个东西怎么会呢，我们就问他，你这个半音阶口琴你用怎么洗的？没洗过，一样都弄不了。我们当时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先给他一把琴吧。然后回来以后，我们自己就做实验去查，一查，只要磨片上面或者有很多胶水碰到油，我们这个磨片就会掉。然后我们就问他，通过海盗口琴问他，你这个磨片上面你弄到过什么东西？他说没有。问他按键上面加过油没有？按键上面加过油。问他加了多少？这么也要水瓶里面，他说我加了一半。这么一小瓶的油，他说我加了一半。然后我们就让他口琴寄回来了，因为当时我们看的视频，口琴寄回来了，寄回来以后发现口琴上面明显有油。坐板上面，所以这个酒精消毒和清洗是可以的，但是清洗我不建议你用酒精吧，那么浓的酒精也危险啊。然后这个油是绝对不能有，所以大家要放心。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口琴用了没有多久不响了，什么原因？我们发现我们到杭州的琴，也就是学校里的琴，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给小学生的，
我认为这些有的学校的老师或者口琴的老师、口琴辅导老师没有教过这方面的那个注意事项。口琴不响了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使用的时候不注意口腔清洁，有食物残渣进去卡簧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一根头发起丝，那么我们音管和音孔的间隙，单边有的只有2.5丝或者3丝单边，那么一根头发进去就要卡住了。所以我们吃的饼干屑，我们吃的水果，我们吃饭的菜渣、柴渣都会进去，都会找到这个卡到簧片里面去，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这个簧片口琴的外壳打开以后，找到不响的簧片。你要注意你是哪一个孔不响，然后找到相应的簧片，你把这个东西去掉，然后用尖的东西或者牙签一样的东西，手头你没有的话，挑动簧头。簧头是什么部位呢？大家看好这个模型，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得清楚啊？我这是一个簧板座板，这是一个簧片，簧头是指这个蓝色的部分，指这个蓝色的部分，簧头。你挑动这个簧头，它没有卡住的现象，声音比较清脆，说明这个簧片你就修复了，没有问题。如果它是卡住的，你看，大家可以看着啊，我再来试一下。你用这个，你挑动簧头的时候，明显已经碰触了，这个声音大家都听得到，说明这声音不对了。然后你把这个簧片往槽里面摁，这个簧头往槽里面摁，它是摁不下去的，这样你也是摁不下去的，撞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在居中。你摁下去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然后这个声音听起来很清脆，那就 OK，这个簧片你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吹口琴以前一定要漱口，一定要。如果我们现在线上有我们的口琴爱好者在学校教口琴。在学校教口琴，或者我们学校的老师一定要注意给我们的学生提醒，口琴一定要注意保养，吃完东西以后绝对不可以吹口琴，一定要是先漱口，口腔清洁很重要。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响？口琴被摔到过了。你这把口琴看起来外表没有任何损坏，但是经过剧烈撞击，里面簧片被摔的移位了，这个摔的移位了，摔的移位了，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同样的问题，把簧片要搬到这个槽的当中去。簧片调动的时候，我刚才演示给大家看了。那么还有个别簧片在调音的时候，由于爆簧的原因相差很多，那么它调整的时候刮了簧片很多。刮簧片刮了很多，簧片损伤了。损伤在出厂的时候还好好的，到了消费者手里，你刚刚吹了1天2天，或者5天10天1个月，你会发现簧片断了，这个就是调音时候的损伤。所以，这个也是产生的一种原因。那么调音，我告诉大家，这个我们调音怎么调？有的时候我这个口琴音不准了，我自己下载一个软件。下载一个软件，我这个音不准了，我自己怎么调，对吧？我音高了我怎么办？音低了怎么办？那么我们这里还要用到这个道具吧？我做道具，我自己做的啊。如果我们的琴友发现音高了，应该处理哪里？大家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红色部分，我们所说的这个，我所捏的这个有个铆钉的地方。我们
俗称这一块叫黄帽，黄帽这一块。那么如果音高了，我们应该刮，拿刀片刮我们这个红色的部分，刮红色的部分，降低它的振动频率，它这个音慢慢就低下来了。那么如果我们一般使用久了，这个簧片都是音低的，低了以后怎么调上去？那么就是调我们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是这个黄头部分这么一个地方，用触到处或者用那个刀片刮，刮的，然后慢慢吹到你这个音准准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这样。这个刮上面，刮根部，音降低；刮头部，音升高。大家记住了吗？这里啊，我这个道具捏在手里，我就再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我们半音阶口琴贴膜，说我的膜片掉了，掉下来以后呢还很好，我把这个膜片收好了，我怎么贴上去？我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这里我再跟大家演示一下。大家看到我这个，其实我刚刚这个道具啊，我为了今天这场直播还是动了点脑筋的，让大家能够看得清楚。我这是一张粉红色的纸，这个是一张蓝色的纸，那么这里面呢是一个簧片，大家看到这是一个簧片，簧片可以动的啊，这是一个，我们就算它是一个膜片。膜片为什么用两张纸？我们上面是一个盖膜，下面一个底膜，一个盖膜一个底膜，盖膜一定是比底膜短，短多少是根据我们每个工厂的不同，膜片厚度硬度这些来调整的，没有硬性规定。那么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贴在这个根部的时候，这个膜片贴在根部的时候，这个地方膜片一定要贴平，不能说我当中是贴了一个沾了一个胶水，沾了一个当中，四周都没沾到，就这个当中旁边都翘在这里，旁边都翘在这里，那不行，必须让它这个地方都有胶水，都是粘平，不能翘起来。还有一个呢，我们这个东西要跟我们的簧槽，跟我们下面的簧槽音孔，我们所说的音孔要垂直，要平行，要直。然后这个膜片的四周刚刚能够干到，不好意思，有的时间上可能是我放的有点偏，你看到。那么这个膜片呢，在四周刚刚能够干到。如果这个膜片是我拿的是低音部分的膜片，我做的是高音部分的膜簧片，我怎么办？你就把它剪掉，把它裁掉。我们东方的半音阶里面，如果是我们直接在我们自己这里买的，我们都有膜片。胶管小螺丝有一个配件盒或者配件袋，会放在包装盒里面一起寄给你的，所以我们里面是有膜片的，但是膜片不是每一个膜片都配给你，那么我们配的是最长的，需要多的时候，多余的地方你要把它裁掉，你不能说我拿它长就长了，然后旁边盖住了很多，盖的越多占膜可能越大，盖的越多占膜可能越大，所以大家记住了，然后这个根部一定要贴平。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这是我在一个活动现场遇到过的一个问题，大中音口琴，人家说这个大中音口琴一个一个簧片那么大，你总每个音都能吹得响了吧，对吧？这里跟大家说，它跟半音阶口琴一样，半音阶的口琴我下面会提到，大中音口琴也有气息不对，这个音吹不响的。我们在一个活动现场有一个琴友啊，人家还是吹口琴比较有名的，拿了过来了我们的大中音口琴，说你们的这个质量有点问题，这个音吹不响。嗨，我觉得我们新出的大中音口琴都能不响，我也急啊，对吧？每一个老板都对自己的质量是很关注的，然后我们钟小华老师刚好在现场，他马上说：“来，过来，我来试试。”
这是什么问题？他拿过来，所以你把琴分好。然后呢，钟老师也是这个说法。然后国内最大中音口琴最有名的应该是上海豫园口琴乐团的团长陈思颖，他最大中音大概是最有名的一位。然后我就上海有一次在上海我就见到他，我就问他，我说陈老师，大中音口琴有吹不响的吗？他说你这问题问的，大中音口琴吹不响的人很多。我才知道这么大的谱，这么大的簧片，大中音口琴会吹口琴的人吹不响大中音口琴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请我们钟老师来解释一下。我现在把他的这个音阶来给各位来展示一下。那么这把口琴呢，它叫大中音口琴。那么刚刚空中说的很多这个琴友啊，它的音呢发不好，主要是指哪里呢？主要是指低音到中音的这个区域。你说具体的音可能就是低音的 C， 中音哆，中音来。有的网友呢低音拉，甚至烧它也吹不好。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跟各位呢来统计一下。我们口琴上所有的口琴啊，由于口琴的品种很多，所以每种口琴呢都有它的特殊的这个吹奏技巧。然后我个人以为啊，所有的口琴它的发音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发音，口琴的发音它有什么特点呢？因为口琴它有高低啊，你像我现在手里拿的它就有三个八度。简单的讲，低音高音，低的音怎么发音，高的音怎么发音。高的音呢，我们口琴呢它的簧片短，所以不容易震动。那么怎么样叫它驱动它呢？就是要加大气压。那么反过来，低音的簧片呢音低啊，所以它簧片很长。那么很长的话呢，你要吹奏时候呢气的压力要小，但是气要多啊。所以这个大中音是这样，各位听友，包括半音阶，包括辅音，包括声部，还有 bass 等等，都是这样。那么说到这里呢，我还说的是，就是我们还有一款是那个中音，就是那个中音叠声口琴。那么中音叠声口琴啊，它当中呢也有几个音很难发音，就是低音的 C， 中音哆，中音来，尤其是吸气的两个音 C 来。这样说吧，至少60%-70%、80%人可能出的啊，他真的发不出。其实有的人发得出呢，那么他的音呢，他的音的准度是不够的。钟老师。现在大屏上也出来一个问题，这个是大中音的事情，一起来回答。在口琴乐团中，普通大中音口琴能用中音半音阶口琴来替代吗？应该是可以的。那么它是大中音口琴，那么这个替代的主要是什么？就是指它的音。那么大中音和半音阶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大中音它的音是一样的啊。音高是一样的，就是大中音它的声音啊，它的音量大，仅此而已。那么这把口琴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那个16孔的那个半音阶，就是去除它的高音组一组去掉，第一孔到第12孔高音组去掉，它的音就是这个区域。因为它的这个簧片，它的结构比较大，簧片比较长，所以呢，相对来说它的音量比较大，就这边去。国际平台网游问，新款16孔可以销售，什么时候可以销售？我们现在正在准备货源发往亚马逊海外仓，所以估计真正在亚马逊上和eBay上能够出现货，需要一个月甚至更多。我们国内这个口琴已经可以买了。虽然说我们这两天正在准备照片啊，做一些淘宝天猫上面的一些那个美工的工作，很快就能上架。 B 在上面强烈要求用讲话的麦演示一下竖格铝格，一下竖格铝格，我理解是不是半音阶口琴啊？我估计是不是还是刚才那个琴友，钟老师再来一遍呗，就用这个麦。好，你不用靠得太近，靠得太近它会哇啦哇啦。
高不用动。这是一把竖格的。竖格。这样，刚才网上琴友可能想听歌了，听曲子了，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继续聊。今天就时间延长一点啊，大家那个结束了以后，我请大家宵夜。啊，这个、我们工作人员辛苦一下，我们工作人员放个伴奏，让钟老师吹一曲。既然有琴友需求，琴友想需要的就是我们服务的。现在大屏幕上出现的问题是，有国际网友问，东方的半音阶吹口会生产方形的吹口的计划吗？圆孔的，我们可能是圆孔，但是有没有生产方形孔？这个孔我先问一下，是它是指这个单光这个孔方形的和圆形的吗？还是指这个
吹口条是圆形的还是弧度的还是？我的理解，可能这个网友说的是指吹口条上面。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圆孔嘛，就是像那个德国有一款叫 i70 系列，它的这个吹口的孔呢，它都是方形的。这个这样，请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位网友的联系方式留好，我明天跟技术部门沟通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这是比较简单的。把联系方式留一下。OK， 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半音阶口琴的经常会遇到低音区的第二孔，就拿我们一把12孔的半音阶，很多人会第二个孔吹不响，跟大家坦率说，我从87年开始进口琴厂到现在，我都没有把第二孔给吹响到，我现在还吹不响。半音阶的低音的二孔，有的还有三孔，但是一般是指二孔。很多新手拿到以后自己吹不响，会认为琴有问题，琴有问题。但是半音阶口琴的老师都会解释，是七夕的问题。我自己以前有一次在广州出差，我带一把口琴给客户。然后呢，等着客户来的过程当中，我就拿一把半音阶拿出来自己练，因为我包里有，还有其他琴。我练的时候发现第二个孔吹不响，哟，我当时很生气，我说我们生产部门给了我，竟然给了我一把不好的琴。然后我自作主张，仗着自己是做口琴的，然后我就把口琴拆开了，拆开了以后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呀，没有任何毛病。然后我把它再装起来，还是吹不响。然后遇到客户来了，来了以后呢，我只能跟客户说，我说某某老师啊，我可能我的这个琴是不是摔到过，我不知道会不会吹不响，反正你就是去听听吧啊，如果也吹不响的，那一定是我摔到了，我找个理由啊。然后他一吹很好，嘿，我就想了，我说这个为什么呀？这个孔为什么我吹不响？我拿到手里，我再吹给他看，我反正就笑都没。然后我吹了以后，给他吹，我吹不响，他能吹响，他能吹响，我吹不响。然后呢？这个老师就冲着我了，他说这个问题不是你，很多就是会吹半音阶口琴的人，他吹习惯了一把口半音阶口琴的气息，让他去换一把或者用另外一款半音阶口琴去吹，他也可能吹不响。我在北京就遇到过某一位大师在我的房间里吹我的半音阶没吹响，还有一位我们国内非常顶级的啊，不是白岩山老师啊，还有一位也是非常顶级的一位老师到我房间里来聊天的时候，我就把这把白岩接给他了，然后那位老师也坐在旁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老师，那一位两位，一位是大师，然后吹的时候跟你说很好，不是很好吗？我当时就乐了，我就冲着那个老师笑，那个老师也当时很尴尬，他也没吹响，他吹了一辈子白岩接了。然后其实这个气息控制很重要，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些吹复音口琴的人买了我们的半音阶回去，然后死了命的跟你跟我们说，你的半音阶就有问题，我吹了一辈子的琴了，哇，什么口琴吹不响，就你的半音阶我会吹不响吗？然后被他吹过，然后我们只能是把视频拍了以后告诉他，你看有人吹不响，有人吹不响，你拿复音口琴的气息去吹半音阶本来就是个错误。所以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听起来像个笑话，但是我估计很多很多新手去半音阶的时候，你第二个孔会吹不响。很多的网店经营者或者说是客服都遇到过人家因为第二孔吹不响跟你要退货，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但是只有七夕能解决。自己没有办法把它一个半音阶拆开了给你做成一把复音的口琴给你去吹，给你吹响，这个办法。那么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来了，贴膜半音阶口琴在冬天遇到粘膜的情况有什么改善的办法？这是我们吹半音阶口琴的人最常见最头疼的，谁都遇到过这个问题，除非你懒得吹或者你在海南，对吧？这个问题是最常见的。这里呢，第一，
最普通的办法，暖琴，把一把琴放在怀里啊，这个里面捂着。特别是在野外，在北方，在北京啊、东北啊、东北啊，你这个问题最常见。你在公园里面吹吹吹吹就吹不响了，甚至吹了一会儿连这个都冻住了，那么只能是暖琴。现在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暖琴的袋子、暖琴的包装盒，这些都有。但是暖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等它把琴捂暖了再吹就好了。还有一个我在美国学到的一招，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连我们钟老师都不知道。我昨天跟他在沟通的时候，我问他说，我问他说信息对的，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唾液里面本来就是黏的，我们这个里面的黏膜都是因为我们唾液的关系和产生的水蒸气的关系和那个温差，因为我们是金属嘛，拿出来以后产生的那个水汽关系，这个膜片给粘在这个铜片上打不开。还有一个是盖膜跟底膜粘住了打不开。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嘴巴里面的唾液除了它黏以外，更主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唾液里面含糖分，人都会含，有的体质这个口水比较多，一吹琴产生的唾液比较多，然后他有的体质糖分比较高，我们在那个美国就遇到了，然后吹吹吹吹就黏了，吹吹吹就黏了。所以这个上面有一个办法，这是一个我们喷香水的小喷壶，很香水的一个小喷壶，大家可以随身带，很小，一个手指那么长，那么粗，里面装什么？装清水，矿泉水啊，那个自来水啊，什么都可以，一定要是清水。然后我们在吹口琴吹到黏膜的时候怎么办？我在应急，我要演奏，我只有一把琴，我去暖一会儿，暖个十分钟，然后呢，观众等个十分钟不现实。那怎么办呢？把这个清水跟那个喷壶对准我们的这个吹口喷水。人家说本来就是水才是黏膜的，对吧？因为你的水你才导致了它黏膜，你再跟它喷水不是更多吗？黏得更厉害吗？不，这个你对着这个吹口喷，对着这个背后的黄面喷，你喷好了。这还有一个用场是什么呢？就是稀释我们里面的粘度，因为你的糖，因为你的唾液粘，那么通过这个水来稀释。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用这个方法，这是他们教我的，我也亲眼看到他们是在这么用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救急的办法，但不是一个好办法，是吧？我们只要能用。刚才有的问题是半音阶口琴什么时候选择用推荐，我们钟老师其实已经说过了，这个半音阶口琴的按键啊，不按进去的时候，就普通的这样的时候，等于吹的音是钢琴的白键，推进去的时候是钢琴的黑键，是半音，所以这个没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我还要提醒，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吹口琴以前一定要设个漱口，当心口腔卫生。这里呢，半音阶口琴呢，我们也是跟学校做的多了，发现这个问题普遍存在。我们的同学啊，拿半音阶口琴不是这样捏的，怎么拿的？拿出来，这样捏的，捏着上面的一个按键钮端口，捏着这个东西的，捏的东西时候还要甩一甩，甩一甩，这个没甩几天，这个东西掉了。找不着了，然后找不着的情况下，因为你捏着这个，然后掉下来的时候还砸地上，把口琴摔坏了。我们维修半音阶，特别是学校里小学的半音阶，这个毛病非常多，普遍存在。如果有平台线上有我们那个口琴的老师教半音阶的，或者学校的老师，一定提醒学生不能用这个办法。这个东西不能弄。
东方合奏口琴中和弦口琴可以介绍一下吗？这是我们大屏上的问题。和弦口琴介绍什么呢？来吧，孔老师。我们东方这个和弦口琴呢，一共呢有四款啊，四款。最小的一款叫迷你这个和弦口琴，它呢一共有十组。那么有大和弦、大三和弦、小三和弦，还有熟悉和弦。这个是迷你的，另外还有一种呢，就传统的48组和弦，它的每个和弦呢，它有四个音，那么呢是不贴膜的。那么另外呢，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就是最规范的嘛，就是现在就是标准的重奏也好，或者是口琴乐团用的一般都是这种啊，这个叫48组的这个。和弦口琴，那么这把口琴什么特点呢？它呢有点像半音阶一样的啊，它每一个簧片呢后面有一个磨片，它的和弦是由8个音组成的。那么这个8个音是什么关系呢？它是一个8度的关系。比方说，低音哆咪嗦中音哆，然后上面一组呢就是中音哆中音咪中音嗦哆，所以这个音呢是一个8度音乘8度音，这个是最常用的啊，48组。另外我们公司呢还有一款就是。带根音的那个和弦口琴，它的这个大概的大小呢和这个也差不多啊。那么这个带根音的呢是根音是有2个音啊，它是也是一个8度音，这就是个根音，就是当低音用嘛。另外呢还有和弦呢，它是由5个音组成的，它的排列就是哆咪，比方说是大三和弦，它是这样排的 ，C 啊，哆咪嗦哆咪，它是这样的啊，是这样排的。所以我们的一共呢有四款半音阶和弦，四款和弦口琴。那么这个四款呢，刚刚讲的第一款，一般来说呢，迷你嘛也比较小，它比较适合呢吹奏C 调的乐曲。那么有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吹一个升号G 调啊，或者说吹一个降号呢 F 调也还可以。那么另外我们三款48组的这个和弦口琴呢，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什么调的曲都能吹。48度和弦它怎么排列呢？它是由大三和弦12组，小三和弦12组，属七和弦12组，另外6组正三和弦，6组减三和弦，它是这样组成。宋老师还有快手上面有个问题，如何避免48组和弦口琴的中间部位变形？大概就是我这个问题。这个呢，我个人的理解啊，你指的是不是就是这把琴啊？你拿到琴以后，你感觉琴好像有点歪的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个设计的问题。你看，我们东方的这个像这款口琴啊，实际上这个呢是一个技术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与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每一组的簧片啊，就每一组的和弦，它都是单块的簧片。像我们早期呢，我们做这个和弦口琴，你看它这么长，它就是一片一个长条子，那么一个长条子还是其次，关键的我们簧片要上到这个簧板上面去，它上簧板的时候呢，它上的这个位置啊，它是在单边的，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了整个这个簧板弯了，簧板弯它毕竟是金属的，所以束格呢也随着它弯，这个盖板呢也弯啊，可能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抖音上面有个问题，使用东方顶半音阶口琴自行拆过，现在关键是吹音是准的，按键推进去吹时音都是不准的，会什么原因？请装反啊。这一般不会吧，这种情况就是说，第一你这个按键是不是按到底的，你不要按到一半啊，要按到底。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口琴组装错了，我建议你重新组装，要不准都不准，哪有可能说或者一个音两个音不准，或者说哪有可能推进去以后音都是不准，没推到位。对，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就是说我们这个簧板呢，它有上下两片，这是第一。第二，那
那么每个簧呢，我们在装的时候呢，它是有方向的，你不能这个吹的变吸的，吸的变吹的啊，簧边往前的，现在簧边往后，那么这样的话呢，肯定是音是不对的，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这位亲友，你可以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的手机号码留在这个抖音上面，让他明天跟我打电话，然后用视频的方式，明天用视频的方式，然后我们来跟他分析。在线的各位亲友，我们直播预计在9:30结束，现在还有时间，欢迎大家再把问题提出来。我这里要主动给大家介绍的问题已经介绍完了，有需要提的问题，抓紧提出来。那么我们今后呢，也会定期不定期的在网上再次进行直播，我们会把我们一些新品直播给大家，也会在直播间教大家吹口琴。我们现在我们秘书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口琴专业委员会秘书处正在组建教师队伍，将会进行公益讲课。这个公益讲课先跟大家说是收费的，怎么收？比如说我收380块钱十堂课，你的出勤率达到80%，也就是你出勤80课以上，我们最后我们教师给的一个曲子，你能完整的把它拿下来，那么380块钱，我们会返还你300或者说是多少？我们会收一部分，一点点不收呢，会让大家这个就学得不认真。但是我们会收很少的一部分，其他的部分呢，我们会以奖金的形式返还，或者说以什么方式返还，反正是你只要达到这个要求了，那就真是学了，学到东西了，反而这个钱就退给你了；学不到东西了，这个钱是照收的。我们正在组建半音阶、复音、Blues 这样的教师队伍，包括我们的贝斯和弦合奏琴的教师队伍。那么这里呢，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这个16号到19号，我跟我们副秘书长还有我们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口琴专业委员会会长白彦生老师，傅洪亮老师，傅洪亮是著名口琴家傅豪九老师的孙子，是亚太口琴节的公开组的复音口琴冠军，我们几位16号到19号将会去青岛进行公开讲课和交流活动，在附近的亲友可以来青岛交流，我们在青岛等你。钟老师还有时间，再来个曲子。好的，在吹这首曲子之前呢，就前面有一个网友啊说的，就是这个低音，这个发，就是我们前面孔总说的，这发音好像不太好吧。今天像这个问题呢，可以这样说吧，70%-80%的初学者都存在这个问题，包括我们会吹口琴的，我只能早期吹这个复音口琴的，然后再把那个半音琴拿起来，它的低音啊，它的尤其是吸气的音，低音的吸气音啊发不出。在这里呢，我给各位网友啊提点这个我自己的理解，第一，我们要把低音的音发好，不管吹和吸啊，第一。口腔的空间要大，口腔的空间要大就意味着舌头不能拱，这是第一。第二，气要多。那么这个气怎么理解呢？就是气哈，像哈气一样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流速是很慢的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气的压力，就是因为你流速慢的，气的压力就小。那么这是在这个三个基础上呢，另外呢，我再加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吹音、吹气。或者吸气的同时呢，我们用我们的这个鼻子鼻腔啊来调节气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吹口琴的时候，鼻子呢用鼻腔的同时把气呢呼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减小口腔里面的压力。告诉各位亲友，这个绝对是干货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下面我为各位再来吹这首。等等，刚才
大屏上在说，刚才提到的口琴教学是网课吗？是的，这是网课。还有问题抓紧提啊，我们时间快到了，只要你提我们就答。希望下次华夏口琴把各种口琴会联系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你需要全中国的口琴团体的联系方式吗？你这个可以跟我们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口琴专委会秘书处联系，我们可以告诉你，但是估计不会告诉你全部。你需要找谁？找哪个团体我们可以给你，绝大部分的口琴团体请关注我们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口琴专业委员会的官网，官网上面大型的口琴团体我们都有公布，他们在哪里活动，团长是谁，这些都有。如果你再需要了解更细的问题，直接可以联系我们秘书处的李佳。第二个问题，48组和弦口琴吹奏时中有哗啦哗啦的声音，不纯净，类似金属螺丝松了的声音。第一，请你晃动一下，晃动一下，这把口琴晃动的时候，听听有没有声音。如果不吹，晃动的时候没声音，那说明肯定不是螺丝的声音。如果晃动的时候就有哗啦哗啦的螺丝，你把盖板拆开，螺丝松了，你把它拧一下。如果晃动的时候没有声音，那说明是磨片打板的声音，或者是簧片打板的声音。这个需要更进一步的了解是哪一组音，或者说是哪个品牌的口琴，需要视频去处理。对，是的。需要视频听了以后去处理。一般是像我们半音阶，特别是低音部分的，十六分的半音阶，特别是低音部分的几个簧那个磨片会出现这种状况，打板的声音，并且包括国外的一些著名品牌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48组的和弦口琴现在也有贴膜的情况，贴膜的情况也会产生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需要拍视频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抖音上面请问老师，现在东方顶班接口琴最推荐的最好的是哪款？当然最贵的泰格，12孔也有泰格，16孔也有泰格。我觉得新款的东方顶的白银尖口琴，不管竖格、铝格、泰格都不错，都不错。欢迎有琴友可以跟我们销售部门联系。抖音上面想问一下，口琴的发源地是哪里？属于民乐还是西洋乐器？这个问题上下3000年。公元前1700多年到1800年的左右，公元前中国古代发明了笙。笙在公元1700几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传到了欧洲。欧洲根据中国笙的原理发明了口琴。当时口琴最早的名字叫荒环，它是由欧洲的一个钟表匠发明的，所以口琴属于西洋乐器。就像我们中国发明了火药，对吧？但是打仗很厉害的，军火都是西方的，所以，但是我曾经去过一次德国哈勒的口琴博物馆，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大厅里面也是最显著的位置放了中国的笙。他们欧洲的国家口琴工厂都公认为口琴的发源地是欧洲，但是口琴的那个起源中国的笙，这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还有抖音除了 U 型时吹奏还有哪几种方式来演奏？这有点超出了我们今天的那个口琴的简单维修和常见毛病的处理的主题。那么欢迎大家今后继续关注我们现在的抖音、我们的 B 站和东方顶的 B 站和东方顶的快手直播，我们今后会继续向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但是今天在这里呢，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问题，除了U型时吹奏还有哪几种方式来演奏？董老师。一般我们吹奏半音阶口琴呢，就主要就是以单音为主。那么你说的这个，我的理解是指舌头的情况。一般呢，我们说是两种，除了你说的一个游行以外，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基本上是放平的。就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吹奏半音阶口琴，原则上舌头是不能拱起来的，它对发音呢是不利的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平的。那么接着呢，我来回答一下刚刚一个快手的一个朋友啊。发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东方顶的旋律 bass 需要怎么吹。那么在这里呢，bass 口琴啊，给大家简单普及一下。然后 bass 口琴呢，跟大众一样的，bass 口琴呢，它就是我们所有口琴当中音是最低的啊，在乐队当中呢，它主要是起伴奏作用的。那么另外呢，可以吹一些简单的这个旋律。那么 bass 口琴它的有什么特点呢？它都是吹气发音的。一般的贝斯啊，都是吹气发音的，有的是单簧片的，有的是双簧片的。那么就你刚刚讲的这个旋律贝斯呢，我们这一款这个贝斯呢，它不但有吹也有吸，所以说从吹奏的这个角度来说，要比全吹的呢，可能使用起来针对某些乐曲啊，使用的会更方便一点。就是还是这么一个问题，由于呢这个贝斯的音啊很低。所以这里面呢还是牵扯到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发音的问题，或者说就是一个气息的问题。所以要轻吹啊，舌头呢口腔空间要大，
气的压力要小，最好同时呢鼻腔呢能够同时呼气或者吸气，这样的话就有利于这个旋律白舌的发音。各位亲友，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建议大家关注我们各个直播平台的官方号，我们后期的直播及活动我们将会进行推送提醒，那大家可以及早了解到我们相关信息。还有什么？还有问题吗？还有人在提醒，半音阶口琴插簧怎么处理？插簧什么意思啊？闭塞，可以了解一下吗？他说的插簧什么意思啊？我好像一下子也没反应过来，插簧，插簧什么意思？你不是簧片的簧，插，不，它肯定是簧，肯定是簧片的簧。插簧，对，写这个簧是簧片，插簧什么意思呢？哦，在这里啊，你给我们说的，随便点，随便点。你看啊，这里面呢，可能有这样说啊，我们口琴的清理啊，就是这个簧板怎么清理？像这个带磨片的，是不能放在水里洗的。那么有的时候呢，由于时间长了，总会有污渍在这个簧板上面。那么有的人他要洗，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借着这位网友的一个问题，在平台上问一下，他是不是问的这个就是擦洗的问题？是不是擦洗啊？我就当擦洗来回答啊，就是说，你看我们的簧片它是这样。这样的，这样的簧面，我们插簧面的时候呢，它是这样的簧面，我们一定要顺着簧面的方向插，这样插，你不能这样倒过来插，那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个道具，道具。我们在清理这个簧片的污渍、搞清洁的时候呢，就是你拿这个布也好，或者刷子也好，哎，刷子当然要软毛刷啊。一定要顺着簧片的方向，这样子。千万不能这样，这个布啊，布不能是那种掉毛的那个布啊。对，千万不能左或者是右，更不能从这里擦，一定要顺着簧片方向擦。你如果横着擦的话，大家看一下，这一擦，簧片就歪过来了。对对对，对吧？簧片歪过来就不响了，所以这个不能擦。如果这个顺着这样擦，这样擦簧片就翘起来了。只插到簧板，插到簧板就是，那应该就是指这个簧片歪了吧，簧片斜掉了，是这个意思吗？那刚根据刚才我的说法，就是簧片，这簧片把它扳正了，是指这个吗？插到簧板，簧片插到簧板。可以，如果有问题可以大家提，欢迎大家提问题。可以，一段时间。我们晚上请我们工作人员请吃夜宵啊。请大家继续提问题。我们钟老师再来一个短曲子，给大家提问题的一点空间。然后曲子吹完没有提问题，我们就继续了。
还是刚才这位问插黄板的这个琴友在问啊，我把这个道具拿过来，道具，我们继续解释。这个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请大家多多谅解，我打个小广告。因为很多东西啊，我们做口琴的时候或者修口琴的时候，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需要各种各样的工具。那么我们东方乐器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口琴的调教工具。口琴的调教工具，这个工具里面有一个小的视频，是一个视频拍好的，也是我们钟老师讲的，让大家怎么样去修理口琴。就像这个插簧的是头部还是根部，把它扳正。那么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修理工具里面有这个小铜片，这个小铜片，小铜片插到我们这个簧槽和音簧的这个当中，通过这个来拨正，大概就在这个位置拨。你跑到根部去拨，你拨不动；跑到根部去拨，拨不动。我们自己是有扳手，可以在这里扳的。所以这个工具里面也有这样的扳手，直接扳这里，可以扳动它。那么如果没有扳手的话，你拿一个小的刀片，或者是我们南宫子的刮胡子刀片，在这个部位把它刮，然后把它拨过去，然后拨过太多了，你再拨过来一遍，直到它这个摁下去不碰为止。像现在一样，它是碰的，那么我再让它扳过一遍，然后不碰，不碰了，这个簧片一定是好的。但是你拨的过程当中，你千万注意，不能让它簧头翘得太高，翘起来了也不行。那么你修好了一样问题的时候，同时带来了漏气。这一套小工具值得拥有。然后说这个小工具我不想买，我有什么好办法？然后我们把这个怎么修口琴的视频，我们已经上传了优酷。你到优酷上面去搜口琴的简单调教，口琴的简单调教，你到优酷上去搜就能搜到这个视频，或者你到百度口琴贴吧里面去搜也能搜到这样的视频链接。现在我们在线还有问题再问吗？有。好，我们继续，因为在线的还有亲友在问。那么借这个时间呢，我跟各位亲友呢来普及一下我们的口琴，独奏口琴。那么我们独奏口琴的一般呢就是分两类。我现在手里拿的这就是半音阶口琴，这把叫十孔口琴，也叫普通口琴，这个叫单音口琴。那么我现在右手拿的这款口琴呢叫复音口琴。那么它呢是我们独奏口琴的两大流派。那么一般现在的欧美呢，他们基本上都是玩这个单音口琴的。那么在我们中国包括东南亚，我们早期呢我们都是以复音口琴为主。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然后呢我们陆续呢很多东西都进来了，我们口琴呢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中国包括东南亚，现在倒是年纪轻的人啊，很多人有的人是玩的，但更多的人呢他是在玩这个单音口琴。这个单音口琴呢半音阶口琴呢会更多。那么这三种口琴它有什么特点呢？我就给它形象的打了一个比喻。那么这把复音口琴呢就像我们穿的中山装，那么这把十孔口琴呢它就像我们穿的一个休闲的服装，很休闲，就是指我们拿这把口琴吹奏音乐，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休闲吧。那么这把半音阶口琴呢就相当于我们穿了一件西装，并且是带领带或者是带领结的。那么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服装我来打了一个比方啊，我们请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把口琴，所以说它是最正宗最传统最正宗的一把单音口琴，同时呢又有半音啊，是这三种口琴。那么至于其他的这个和弦口琴也好，贝斯口琴也好，它一般呢都是做重奏用的，或者是伴奏用的，是这样。这个又来一个问题，半音阶口琴在吹音时
气性大时呈现嘶力声多的声音，怎么处理？嘶力声多的声音，这个我发现今天已经有提到几个问题是关于半音阶的一些演奏的技巧的问题，超出了我们今天的范畴，但不是我说这个问题不处理。那么我今天在这里说一下，我们下一次直播邀请我们中国大风音乐协会口琴专业老师的会长白彦生老师来做嘉宾，给大家解答各种各样的演奏技巧的问题，包括我们合奏琴、和弦、贝斯，这些琴的在声部当中的处理，这些下一个直播我们就来做这样的内容。那么今天呢，请大家继续赶紧关注我们的各大直播平台的官方号，我们后期将会在这上面推送提醒我们什么时候播的什么内容。现在这个内容，现在这个问题还请我们钟老师来回答。气息大时出现嘶力声，这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磨片或者是簧片的声音，第二个呢可能是簧片的啸叫声音，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对啊？你说的这个嘶力声啊，可能更多的是不是啸叫声？所以这呢，说到这里呢，实际上又想说，就是我们吹奏口琴啊，它这个器械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我倒是建议。假如说这个硬件方面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建议这位网友是不是在吹奏的时候啊，比方说啊，你的嘴型啊，你的口腔的形状，尤其是那个器械，调整一下，你看看是不是还会出现像你说的啊这个嘶力声啊，我建议你试试看。这位群友应该还在线，你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他，加一个微信，或者说。平台上加一个好友，后期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那你再演奏给视频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再给你解答，好吗？因为我们现在担心判断不是很准确，我们理解不是很透彻，我们看了视频再来解答你这个问题，好吗？其他还有在线在提问的吗？新款泰格半音阶可以多讲解介绍吗？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是做的公益活动，我不能把太多的时间耗费在我们东方的自身的产品的推广上。我们泰格的半音阶很快就会在我们天猫的东方乐器专营店，你在天猫的东方乐器专营店搜索，我们这两天就会把所有的内容给上架。它里面东西很多，包括各种各样的关于泰格半音阶的介绍，好吗？还有在线的吗？在线提问的吗？好了，各位亲友，非常感谢大家陪我们一直到现在，东方乐器将一直坚持走公益的路线，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口琴专业委员会也将会给我们广大琴友继续提供公益的服务，我们将会在产品的提升上售后服务上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多的服务。同时我们相关的各大直播平台，我们将会继续向大家直播我们口琴各种各样的演奏技巧和合奏口琴的演奏技巧，希望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感谢安心口琴必在直播，感谢钟老师，感谢各位琴友，感谢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直播到此结束，谢谢。